所以这个是已经洗好的米。对。洗好的米在这里。放下了。从这里下来。对，洗好的以后放下了。那它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也是一样啊，洗好的放下了。啊，可是为什么这里这么多水？啊，对啊，因为有水才可以洗米啊，不然怎么洗？哦，所以这是已经才刚开始洗，然后这里快洗完了。对对对对，起初是这样，对，就会进水帮它洗掉。对啊对啊，清水啊，清水让它洗干净啊。从那个再洗啊。别动动，别压那，对对对，也对了。啊。把那个让它洗得干净。它洗干净以后就放下来。然后它洗的时候会在那边搅，是不是？比较大。对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好厉害，这样可以洗一桶。的是这样空的，还在这是还在水还在倒，开始流了。